坚持啊，要突破呀，咬紧牙关啊，这是人生中最难的那一关，你得过。Six. 7. Twelve. 13. 哎呀，篮球底带吗？Come on，加油啊！好球！打黄球那是打台球的吗，兄弟们？18. 哪颗球在洞口打哪一颗？你不走下一个位置了。这个篮球难度不高的，稍微有一点点可能失误的空间啊，但是你不敢打，就说明你怂了。19. 得往这边挪。21. 22. 把粉球归位啊！这杆是直接横台90度分地角，90度往这边滑滑滑滑，中低杆啊，中杆往下一点点皮头的位置。Pick ball, thank you. 这也要吃库吗？这可以吃到这一库，好，吃落这一库啊。哦，往这边走了啊！辉哥不打低杆啊，辉哥这个低杆的杆法的确不是他的强项。28. 力量好的，向上啊，向上就 OK。中高杆往前蹬。不要放弃。35. 有点直了，有点直可能会打低杆拉篮球去了，低杆一库拉篮球。36. 拉篮球的话，然后斜下直上。斜下直上，不会先走小面吧，辉哥？
Are you kidding me? 先走小面。又换了一种方式。41. 不会一打一勾吧？一打勾到黑球这个红球，兄弟们，一打一勾，啊，直接顶。42. 康宝丁。辉哥应该是吃了这个降温的药啊，但是肯定是状态不是万全的状态，就是他能够打，刚好能够坚持打这个比赛。辉哥肯定是吃了药的啊，吃了这个降温药的。49第一杆往这边落，哎，高杆吗？这个球也打高杆，推了啊 ！Come on， 走走两步，好的，干他啊！发烧也得干，得报仇呀！死仇不报啊，那明年才能报吗？那不行。今年必须得报。辉哥相信我，这场比赛赢了，你的感冒自然就好了。57 58 65没事，咱们走路无力，用推杆也可以干掉啊。辉哥最擅长的推杆啊。67推杆推死他。70哟呵。7479软绵绵。丁俊晖79 on the front。绵绵杆法啊，绵绵杆法。